三军五校联合毕业典礼呢，总统马英九今日是专工去下港高雄主持。总统是表示讲，军人爱有这保卫咱国家主权。过去这三年，虽然这改善两岸关系出现60年来才罕见和平，不过呢，咱们嘛是爱记得调这历史的经验，爱有自我防卫的决心。两岸一步一步朝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前，但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我们有我们的国法，我们必须要有自我防卫的决心。我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，因为弱者只能听任他人的指令，只有我们训练出、磨练出我们自卫的能力，我们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。总统马英九呢是亲身颁这毕业证书和毕业生，嘛授给予这校尉军阶。伫细时阵，伊除了甲这毕业生讲，除了大家爱有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对国家的官僚嘛应该爱无共款。另外，特别阿妈爱面对失败的勇气。不过，甲毕业生翕相了后，伊去正问讲有关这国安被小起诉的这个代志，总统马英九伊是无要回应。